不过我们的给奖品每一次都是要看看哪一些。哪些人来？哎，让我们来看各行各业的精英们来。耶、yeah! ！欢迎欢迎。好，我们看这边有快乐全家乐李泰森新庄国小的同学，欢迎哎。哎，还有我的家四星，还有新大材料中心。哇，这边有菩提队、好友队、和龙老虎队和玉达。给什么奖？我们来看看那个上面那个哎呀，都有这么美术天分啊！来来来，我们先送他一个奖。哎哎，这是什么队？黄牛队啊！好友，我听着啊，雾峰来了是吧？好，我们要送给他，哇，是路易台烟熏鲑鱼礼盒、海苔酱海苔礼盒、高级平底锅、高级鹈鹕一个，来。准备的第一个大奖是什么？来，好彩头坑。哎，适合摆在你家中，从你家的第二台电视机也成为第二台录影机。电视机跟录影机合在一起带回去的话，一机两用，两机哦，两机可以变成一机啊。喜欢的话，把这个带回家。想不想拥有呢？凭本事拿吧。回去，哎，这么方便，到底谁想得到呢？哎，请仔细看，我们的题目就在影片中。早期的杂货店呢，现在几乎都已经成了历史名词，取而代之的呢是大型的超级市场。超级市场经常办一些试吃大会，试吃大会呢也经常吸引了大批的人潮。不过有的人呢，他是专门为吃而吃的。这个好吃好吃，节后节后，哎，这里好像还有。哎，小姐你好，对对，这个好吃好吃，哎，味道不错不错，哎，我再吃一个啊。先生，你吃饱了吧？哎，对不起啊。另外呢，我们在超级市场经常也碰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怪谁呢？也不晓得。这位老兄他仔仔细细、辛辛苦苦的精挑细选，不晓得要买什么。哦，找了个半天，原来他买了一个甜筒冰淇淋。走到收银机准备付账的时候呢？啊。对不起对不起，哎，我有东西忘了买。饼干，哎，这个弟弟最喜欢吃的，哎，还有一个饼干。好了，终于买完了，多少钱可以算账了吧？哎，多少钱啊？哦，500啊，来给你。哎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忘了买。啊、拜托，快一点好不好啊你啊？巧克力，这个是妹妹最喜欢吃的。对不起，还有一盒巧克力。哎呦，怎么搞得那么久啊？等了老半天还没有等完。好不容易等这位小姐兴高采烈走了的时候，她手上的甜筒冰淇淋也早就已经化成水了。超级市场的寄物处也提供了一项很特殊的服务，那就是提供客人寄放东西。有很多年轻朋友呢，喜欢看电影之前把东西就寄放在服务台的寄物处上，等到从入口进去，从出口出来呢，就好好的去看场电影，反正东西有人保管嘛，不怕。看完了电影准备回家了，哎，东西还在寄物处啊，我们可以去拿了。走进去一看，哎呦，糟糕，营业时间已过，哎，怎么办呢？只好明天再来拿吧。我们经常可以在小说或者是电影的情节里看到一对陌生的男女在超级市场里买东西的时候，因为拿同样的一件东西而结识。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说他们拿到的东西是一种奇怪的东西，结果会怎么样呢？像这两位拿的是尿布，哎，恨不相逢无未嫁事，此生无缘只待来生了。但是如果说他们拿到是另外一种东西呢，很可能就会有很好的结果。他们是拿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人走着走着，同样的拿泡面，都是单身汉，想必然会有一段美好的结果了。有的人买东西呢还不忘表演，边买东西他还边喜欢耍帅。你看看他东挑西捡的，捡到了要自己买的东西，他不用放的，非得用扔的。你看这个是冷冻肉，他照扔不误，其他的东西他越扔越来劲，越扔越过瘾呐，全部又扔的。哎，奇怪了，自己的篮子里怎么扔了个半天一个东西都没？哎呦，一看原来全扔到别人的篮子里去了。对不起，我回家继续苦练。我们都晓得超级市场呢，它是一个工商进步社会中的产物，也由于它的自助性质提供了我们一个便民利民的营业场所。但是我们到超级市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维护当地的环境和卫生。
同时呢，不要有贪小便宜顺手牵羊的情形产生，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各位朋友，您晓不晓得台北市政府所属的六家超级市场在7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的营业额是多少元吗？台北市政府经营了有六家超级市场，那么这六家在77年上半年度平均每个月的营业额是多少钱？提醒各位呀，这是已经是万了，这是多少万元？几十万元、百万元、千万元，到底有多少万元？六家和平、延吉超级市场、天母超级市场、青龙、松龙和稻香，这六家在77年，还不是现在哦，77年度上半年度平均每月的营业额是多少钱？已经没有千八百万，七百六算六千六百万。3800万，1440万，对不对？好，4300，是吧？4300，3800，1400，最接近的那一位，好，好，举手，不能来了，个十百千。有没有千万元呢？千百万。有没有六千呢？有。没有。有。几千万？有六百万？没有。我们先看前面的话，万万元。有没有？应该是没有。没有。千万元。有没有？千万。九。有的有写。一二三。没有。两千。两千，谁最接近两千？1400万，1400。有没有两千？站起来！1440万，最接近。菩提队，虽然差得很远啦，但是也只有你最接近。好，我们来看是多少，2780万。虽然离得很远，但只有你最接近。来，恭喜恭喜！菩提队是来自哪里？省立板中。省立板中菩提队，我们来看看电视录影机还是录影电视机，又让你们带回去，请努力啊！四个球拿出来就是你们的了。起跑点准备喽！准备啊！练好。好，来啊！四个颜色。好，四个颜色的球。好了，摆起来。不要紧张哈，不要撞到我哈。预备动作已经做好了。小心哈，自己不要摔跤。开始。白球。激动了，怎么在30秒的时候就三个球拿出来了？黄球都拿着，回去要烧烧香，好，菩提菩提，来来来，我们来看看，你拿一个，拿个奖，轻点哈，阿亮哥哥，心会痛啊，好，刘化相框，就是，送给你朋友，然后可以把你的声音录下去，听到声音看到人就想起你哈，来来来，好。买部车哈，汽车警示器，来，虽然没有把这个留下来以后，每一次我们都有两位特别来宾要划拳，
会的人现在也可以摩拳擦掌啊，待会儿上来变一下。来，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啊，好久每次看到他们演出都觉得很兴奋，让我们欢迎杨怀民、李云。牵手，对不对？对呀、啊，两个人就牵手走出来。我刚刚还有一点不习惯，这样子有点紧张，我的手都发冷。那我的手是发抖。哎呀，你看好彩都给你们的机会，哎，谢谢。哎，最近演的什么？我爱的是你。我爱的是你。哎，我爱的是你。哎，好久没有看你演出这个戏剧节目，非常喜欢。迪英也是。哎，到底什么时候你们俩再演这样子啊？嗯，快了，快了哈。我，你说啊。我是没有意见，我随时都可以的。观众朋友，你说的哪里？演戏我随时都可以，随时可以了。讲到哪里了？那什么戏？我们希望观众朋友给我们支持鼓励，对不对？那我们当然就是再接再厉。反正你们演一对，我们都喜欢，对不对？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鼓励。哎，牵着手就走出来的，来，先今天划什么拳？我最拿手的是50-15。50-15，好，你呢？我不敢说拿手，因为我根本不喝酒的。不过试试看，我试试看台湾拳。台湾拳。哎呀，那现场也有很多的拳王，哎，我们来看。不会喝酒会滑台湾拳，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哎，你先来，哎，我先来哈。对对对，哎，数字拳，哎，也可以讲国语，也可以讲英语，也可以讲台语。你要讲台语，要讲国语，随便都可以，随便都可以。哎，那看着美女都是可以，哎。我做到了，忘记了。哎呀，又不记，我要讲话就。啊，没有，你只要看到美人，你就完全这样，这样手一点就舞，你就。好了，来，我们还来不及兵不厌诈嘛？对嘛，人家这哎，等一下，这叫美人计，反正你没有用了，来，李云赢了。干活干活。他不会用这个方法，你放心哈。对对对，你要用。不需要打架。哎，然后你加油。来，加喊这个数字就可以，喊这数字就可以了。哎，用台语是吧？台语。来，哎，六。来，我培养，深呼吸，好，开始。现在我呼吸一下。来，预备，三只鸡啊，四红啊，四红啊，六连啊。单机啊，上山啊，妖怪啊！一个的，哎，一个要谁会划这个拳？啊，谁会？哎，那边穿红夹克的有没有？来，穿红夹克划什么拳？你要跟迪英划拳，还是要跟阿亮划拳？都可以。哎呦，你这么厉害啊！来，跟迪英。都可以。哎，50-15哈。50-15啊。可以的。都可以。都可以了。哎，来。哎呀，脸都开始不一样了哈。我听不懂呼吸。我。你说台语吗？哎。我讲国语，台语也可以。哎，我不讲台语。台语啊，不会了。咋个？又用计了。用计。我不会台语。咋个？哎，你们来了啊，就英雄难过美人关了。哎，我要赢了。来，抽个奖。哎呦，不要这样子了，抽个奖，在阿亮身上抽个奖。哎。哎呦，输了钱就这样子欺负阿亮，嘿，来，给你得个飞屏猫闹钟，哎，带回去，哎，小朋友非常厉害，他会用智慧啊，跟迪英一样，来，哎，输的要变成兔女郎，跟胡子酋长来，只要你敢拿，告诉我真的来，好，彩头，有。拳王就会这样子哦，印第安的兔女郎，对对对，来，请这边等待一下啊，待会我们来抽奖哦。你现在打扮很漂亮，以后上班都这样子好了哈。好，来，姐姐，好，请这边我们来抽出三组来跟杨怀民来估价。74哦，四星编采黄磊、吴维倩。
65号。老虎张方英汪丽玲。30号。好友罗美雪红素丽。如果放在那个桌子底下，或者是那个楼梯口上，当有人走过去的时候，它就好像是一个看家的，来帮你做警示器。这样人通过的时候，它就会有声音。要先装好，有个红灯会亮。哎，有个红。装个苦主。好。你快，有人来了。哎，我在翻译他讲的话。哎，就这样。哎，这个可以放在地上。哎，他就放在这个线，就放在上面。哎，当一个人很不小心这样走过去，偷偷走过去，或你老公晚上偷偷跑出去的时候，就会有人告诉。对，这个要多少钱？一小姐，多少钱？1800。1800。2500。好像合唱团一样的。2500。3200。坏人会想，好人不会想，是不是？2800。抱歉，全部超过，再来一次。1200。1200。800。800。哎呦，续星二重唱，快来。1150。1150。800。800。800了。已经有800了。好。850。850。850。1200。800。1150。850。有人中奖了。哎。1150。小姐张小姐，哎，还有汪小姐，老虎队为什么要叫老虎队？都是母老虎的？不是啊，小老虎，还有小老虎。哎，好好好，来，我们看看这个阿亮为你们准备什么奖品。哎，好彩头开门。哎，啊，小耳朵，哇，我这个小耳朵回家呢，哎，你可以收看到很多地方、很多不同国家的电视啊，可以吸收到很多最新的资讯。喜欢的话，把这可以吸收资讯的小耳朵带回家。这个小耳朵要多少钱呢？我们这边有些数字。那么这边呢，我们有一块牌子，哎，很重，对对对对对，哎，又很想中，是不是？他到底说好重还是很想中？很想中，对对，这个是20000多少多少元，只要三个数字摆对了，就可以把这小耳朵带回去。哎，现在仔细的想想。接力赛哈，有二出现了就不会再出现了，知不知道？哎，出现过的数字就不会再。你这么瘦，没有问题哈。啊，有没有30公斤？哎，来，好，准备好没有？老虎，两只瘦老虎。好，预备，开始。好。啊，接力赛哈，快。不对，哎，没有。好，赶快走。吃什么？吃饭。下次改吃面包好不好？哎，
这个人也快哭了。来，我们看看到底是23900。哎呀，没有关系，下次玩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什么彩头，好不好？哦，眼睛又大，来，阿亮身上拿个奖，来，哎，多做点运动，好，哎，好，哎，高级牛仔装，哦，可爱的布娃娃，哎，来，再过去三位来啊，我们来看看是谁。记者一同，江基成、杨世昌、韩旭章。一同，哎，大家好，哎，三十代哈，哎，八十七号，全家乐、徐运金、廖雪秋。哎，大家哎，还有小 baby 一起来，哎，好，来，哎，五十五号，哎，全家乐、快乐、林宝慧、林兰芝。到底是谁能估价估得比较准？打开来看，这是什么呢？哎，真棒棒，哎，这亮，这个亮的要干什么呢？哎，这是挖耳朵，哎，让灯黑的地方的时候可以看清楚你耳朵里头有什么东西。这兔子耳朵叫挖耳朵，哦，你耳屎好多，哎，这样子。哎，这个帮你耳朵，哎，你有四个耳朵，哎，来，哎，这个挖耳朵呢就可以让你看得很清楚你的耳朵里头有，哦。你真的应该挖耳朵了，来，请问这个挖耳器有带灯的多少钱？120。120。160。160。100。啊？啊？多少？多少？好了，110块。110块。200。200，好，哦，都是行家哈。每个价钱都这么接近，100多少？120。160。110。200。别人中奖了，最接近而且不超过底价的。哎，恭喜这两位，一位韩先生，一位杨先生。哎，刚刚中奖了，还做出很酷的表情，这样。现在笑出很奇怪的。好，60秒之内拿多少都是你的哈，最高纪录拿过8张牌子。好，来试试看，哎，小心哈，要走路像企鹅一样比较，哎，小心哦，不要把你的牙摔掉了哈。哎，预备，接力的哈，预备，开始。好，加油！东西都一样，哦，他走几步，表情还是很酷，哎，表情还是很酷，来，哎，他们两个都差不多一样，哎，你看这个，哎，大哥拿了这个，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哎，他就拿个小燕姐给你一个微笑，来笑一个，哎呀，哎，两个人的这个，哎，你得到的是双脑电磁炉，嘿，你得到万能调理机，哎。然后你得到高级喷枪组，哎，你得到了一个很有用的灭火器，也是喷的。只要你敢来，好运跟着来。好，抬头。有抬头。很抱歉，哎，迪云准备了半天，结果我们连跑步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就划了2个拳的。哎，划拳你还是真厉害。来，在阿亮身上拿个奖。这个奖。哎，杨怀民也拿个奖，轻一点啊，哎，意大利休闲服，哎。
哎，杨华明得到是什么？哎，高级绅士休闲鞋。哎，不错不错不错。好，现在我们要请问现场聪明人士阿亮啊，他很爱喝酒啦。哎，听说了，他决定下决定决心要戒酒。他就跟朋友说，从现在开始，只有值得庆祝的日子才喝酒，纪念的日子才喝酒。结果戒了半天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哎，为什么？好，那位小男生，戒酒啊，就值得庆祝啊，所以他要喝酒。因为他要戒酒是值得庆祝，只有庆祝以后就喝酒是吧？好，很有道理哦。哎，算你中了。哎，我要保证一下上面的。好，哎，你好像就是会划拳的那个是吧？哦，哎，以后不要喝酒。好，来送你一个高级笛壶喝茶了啊！来，高开水。养马，可是却有一条马尾巴，为什么？哎，这位先生，啊，就跟你一样是，绑马尾。哎，绑马尾，正确答案，来来来，有三个，有三个，来了。哎，腰包上面的那个，哎，瓦斯炉。好，哎，非常谢谢你，欢迎来参加我们节目，哎，两人以上，22人以下，哎，赶快报名来参加丰富南路100号，写清楚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就打电话给你哦。只要你敢来，好运跟着来。好，彩虹。有彩虹。